后面以后啊，可以刷牙的呀。好的，师傅。师傅，还是猕猴有根的味道。会动呀吗？小易，一会儿进了祠堂不准胡打胡闹，看到了观音要记得虔诚的跪拜。知道了爸爸，你快带我去吧。爸爸爸爸，观音菩萨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？嘘，小易，勿言菩萨。爸爸，我也想要个观音菩萨，给我雕个好不好？雕个菩萨怎么能儿戏，不行。爸爸，你就雕一个嘛。看你就知道整天胡闹，暑假作业做完了没有？爸爸，你怎么又这样？老林，老林好，林先生，老爸，好，你菜行不行？没来了，快去洗脸。我一碗菜炒金黄培，你也喝两杯。好嘞。不错嘛，老林，这是谁有长进啊？说完没规矩，去洗手。知道。这么老远回来，快去洗澡。那你快点哦。找时间说。来，老林，我给你马上。吃吃吃，我来，你自己吃。嗯，好吃。这是怎么不先到你妈妈？说老林，你能别提你跟我妈那点破事吗？你自己放在心里偷偷乐就好了呀，非要问人清楚干嘛？是我对不起你和你妈。啊？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你呀，就把你手上的事情做好，全世界都得感谢你。没那么伟大吧？我们几个老伙计一直坚持做根雕，是因为喜欢啊。做根雕苦啊，你千万别学你爸。你在这回来待多久？不走了。不走了。这次回来我要学做根雕。胡闹，在这女孩子家做了事吧？怎么不能做了？您说我从小就实木，难道你要否定我的天赋啊？唉，这些年他无时无刻都提醒着我，我的根在这里，我不能离开这。你还太年轻，不知道根雕的苦。我小时候就不该让你拿颗刀，不然你妈也不会走。爸，你要相信我。别说了，
赶快吃，赶快留住。等一下我收。你这次专门为了这件事回来？嗯，我已经跟我爸说了。啊？他答应呢？你说呢？这不靠谱，谁愿意让自己的闺女受这个苦啊？这你别管，跟着我就是了。啊？去哪里呀？去研究所找老林。啊？等等，今天跟雕研究会全体开会，我们去干嘛？就是因为今天老伙计都在。我才更要去。老子进水了。我问你啊，整个闽侯年轻的根雕传承人有几个？两只手大概数得过来吧。那我再问你，我爸今天敢不敢当着那些老前辈的面给我整一出只传男不传女？啊？难道你要逼宫？别乱说话。那你叫我过来干嘛？没有你这颗木鱼脑袋，怎么显得我有天分呢？什么意思啊？真的想进去了？你说我这要是冲进去会不会被轰出来啊？有可能。快别想那么多了，走。小易，是你在外面吗？哎，爸，是我。哦，你进来，把大姐也叫进来。哦。爸。你们两个鬼鬼祟祟在外面干什么呀？哦，不要误会，我们只是路过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走。哦。刚才我和几位叔伯说了一下小易和大军学根雕的事，是我太父亲了。小易热爱这份文化，热爱这片土地，没有什么比学习根雕更好的途径了。我愿意以过来人的身份帮助你们。我们经过讨论和研究，闽侯雕刻艺术文化创意研究会同意接纳你们，我也愿意收你们为徒。这是干嘛？买不贵呀，拜师。
雕的成才，你看，大自然的美是我们根雕的第一要素，就是说整体大块面这个地方，像这个石头在这里，在这根雕里头，这就是很难的，因为它天然的生成在你头上的，这是难的。所以说，好的根雕，它很难要紧重复。以前我们那些老师傅啊，他都太熟悉了，所以说不用打草稿，也不用做泥塑。你们现在不行，所以说必须老老实实的从头学习，没办法整。现在的工具比原先更先进了，原来设备落后，用斧头一刀一刀砍，切出大型，功力很深的才会用斧头，那是真技术。用不同形状的雕刻刀来刻细节，雕刻刀便是我们根雕人的画笔。哎呀，你看我这漆上怎么样？哎，这个漆上不行，起码要上两三道，有的是要上几道。他要把表面的一些凹凸给通过漆。黄骨处理是我们湖州漆的一个很有特色的。根雕二十多年，闽侯根雕历史悠久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本人很荣幸见证闽侯根雕这些年的繁荣发展。感谢文联，感谢闽侯雕刻技术文化创意研究会的支持。对于这个根雕，我只听说过，但没有很深入的了解。但是这两天在他们这个创意园拍摄，然后通过拍摄期间和一些老师了解。未来我觉得在中国来说，这个文化肯定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重视。感谢文联，感谢闽侯雕刻艺术文化创意研究会的支持。就是这些老传统，就是手工艺人，他们可以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传承下去，一直就这么传承下去。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寻找根雕，爱上根雕，传承根雕。闽侯这个地方八年手艺文化已经非常深厚，这一次很感谢闽侯人民政府，还有我们研究会的会员们一起参与努力拍摄这个片子，传播我们闽侯根雕这个艺术，我们想明天再闯辉煌。